陪伴许多大小朋友长大的日本宫崎骏动画首度来台开展，从6月18号开始，为期3个月，展出作品都是动画里头的熟悉场景，包括9部动画，超过23个经典场景，要让粉丝再度沉浸在宫崎骏的奇幻世界里。小梅一起等公车吗？现在不用透过荧幕，这个梦想就可以实现。吉卜力动画展首度在台登场，搜罗9部动画，超过23个经典场景，展览规模超越日本、韩国。不论是汤婆婆办公室、无脸男搭电车，或天空之城营救西达画面，全部活生生呈现观众眼前。展区内民众可以尽情与动画场景合照，这些等身模型也是大有来头，全部由吉卜力工作室亲手设计监制，在原装空运来台。工作室更邀请了10几位日本电影场景制作团队来台布景，整个筹划制作到展出耗费半年时间。なのでレイアウト、それから演出を含め、かなりの時間をかけて。やってきたので、そこが大変だったところです。为防止开展后民众在炎炎夏日下排队入场，主办单位更研发 App 让民众预估进场时间。可以在进场的时候先抽号码牌，那你可以在这个要进场之前呢，你可以知道说你现在进场到几号，那你号码牌预估还要多久时间可以进场。陪伴大小朋友长大的吉卜力动画首度登台展览，尚未开展就已经造成轰动，截至开展前一周预售票就卖出超过30万张，主办单位更预估开展前能够突破40万张，而民众想必也已经等不及进入展区，一起重温充满宫崎骏的奇幻童年。 UDN TV 林天佑、尤文台北报道。